지식이 우리를 강하게 해줄 겁니다. 언젠가 마물들에게 승리할 수 있을 겁니다. 전 아직도 스승님의 일이 너무 많습니다. 승리의 날이 올 때까지 절대로 포기하지 마십시오. 세상에 좋은 사람만 있는 것도 아니니까 안무의 통신 상태가 불안정한 것 같구나. 다음에는 좋은 소식이 있었으면 좋겠구나. 没有啊，哦，是要点这个是不是？没有啊，还是不能上坐骑。N， 没有啊，怎么用？需要瞬移的话，按 N 打开地图，点击想去的地方就可以直接飞过去喽。Garpen 不可能啊。N， 那先随便点一个好了。瞬移，没有啊，被骗了。
哇，你多睡觉，感谢。晚安，祝你美梦成真。结束了，按 F 二。刚放学，晚安啊。手机挂着应该不会关掉吧？应该吧？我知道哎、欸，你就挂着啊。到红树林再起床，好啊，晚安哦。我关一下电风扇，好冷哦。关电风扇，去设置条。你说手机调设置哦？关卡入口。中塔接生弧线跳跃，我真的用得到这么多技能吗？这技能好满哦。哎、欸，我打完了哦！不，我还喜欢玩，好像喜欢打这个哎、欸。
想问一些问题让繁星回答，但我发现我没有问题问。哎、啊、要问什么？所以你想问什么？要就这个放旁边好了。不常按到。怪物啊！嗯，又有人吗？我怎么不说话？没有啊，我在打怪，我怎么讲话啊？我刚讲的话可多的了。困了，困了，困了。个人在沉睡走神殿好不好？
开到几点啊？五点半好了，还是六点？我去吃饭。那七点我再想要不要开啊？反正可以一直开着这个嘛，反正打怪练功游戏就是很好消磨时间，嘿。아그렇게빈둥거릴시간이있으면술이나돕잖아비행선이사실상세인트헤이븐으로가는유일한이동수단일세뚜뚜루뚜뚜루뚜뚜뚜뚜이런날하늘을날면끝내줄것같아啊，这游戏再玩一个月就要玩《魔物猎人世界》了。好，有任务。哇！我看到下面的下到几支线欸，糟糕！主线再不解的话，没经验，体力就爆了。等一下，这个路叫什么？沉睡者神殿，沉睡者，沉睡者，这个入场，先解主线吧。直线，直线晚点再解。不能一次开哦，想起来了。那等级低，装备差一点，一次开会死人。
是这样。有那么衰？杰哥，哦，现在看出去好恐怖哦。杰克，哎，天啊，记错了。小酷酷。小酷酷。那我们开到六点哦。キャラ。